我不会再让你失望，撑过去就到天斗帝国了，我绝不能输。今日一战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能输。 蓉蓉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？你心里也有我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我，就说明我还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努力得到你父亲的认可。 小胖子，自己这个胖子，您还是下去吧。婉姐就伤害了您，可就不好了。你的目标是将他们全部击溃，可是老师让我上场的，我就这么下去，回去会受到处罚的。不如姐姐，你打我一下吧。不过你可要轻一点哦。没问题，我可不会轻易欺负。 小舞，魂骨技能飞行，快走！哥，哥，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 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明白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类。你早就知道？当我的紫金魔瞳进入芥子境界之后，我就已经看出来了。什么魂兽不魂兽的，我只知道小舞是我们史莱克的人。嗯，你是最重要的伙伴。小舞，你别怕，我们都在。 啊，嗯，就是，咱们史莱克七怪可是一体的。嗯，小舞，我们会永远在你身边。嗯，大家，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吧？哥，可是我们……这样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你是人又怎么了？是魂兽又怎么了？ 我只知道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也是爱的人。哥，想抓他，那么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。七怪一体，生死与共，生死与共。